不好意思啊，久等。你看到我，你不用脸了吧？来，让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嗯，是用了粗糙的纸巾导致脸过敏了吧？日常脸部接触最多的是纸巾，擦脸。 擦嘴、擦鼻子，都要用亲肤无刺激的维达绵韧立体美，这样就不会过敏了。我不在身边的日子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维达绵韧立体美，亲肤呵护你。